争总有一届的诺贝尔和平奖会颁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，每个公民，每一个生命，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。每个动植物们，每一个细胞，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。每个充满荷尔蒙的原子弹，再也不用害怕有人生活得比他好。其实我们有一个同学有报名，对不对？今天好像蛮踊跃的，刚好有一个，因为我们最近报名的人那个就是越来越少，所以其实现场有要唱歌的朋友也都可以分享一下。那我就话不多说，欢迎我们第一个演出的人，他叫做 Randy。